然不是很美好，但是就是觉得还不会伤害。这个是我在我的床这边切下来的一部分，所以现在我有一块 extra 的板了，看我们就两个人就可以坐，他那边可以放到一个椅子，然后他就可以坐了哈，这边空间还是有的哦，然后的哦，下他这个桌子下面都是空的，所以呢给如果在这边趴趴下也准哦，这我因为我做了这个就是不要给他移动。我想到 PVC 也蛮 OK 的，就是我们开始动工啦。所以这边呢，我打算也是再放了一只，啊，那么这个两个呢，这个脚会。